大家好，这里是法拉盛 Skyview。今天呢，有一家刚开业的叫 Burlington， 就是拿那个这家刚开业的，我们进去看看。今天是3月23号，2022。这里是 Skyview， 我们到里面去看看，到底卖的是什么。据我所知啊，现在他开这家呢，跟对面的麦手是差不多的，可能是跟他拼的吧。这家比较大，这家以前是那个什么啊，那个 Beyond。他所卖的东西呢，跟麦手差不多，但是这家非常大哟、哦，看起来。今天才开业。这里是卖眼镜的，哇，今天一开业人这么多、哦、这里是服装，女士的服装，女士的鞋，还有餐具。这里是男装部，这里是卖男装的包包、汽车配件，还有帽子。这里是普通的鞋子。这家商店叫 Burlington， 也是连锁店吧。这里是卖 baby 的产品，小 baby 的，小孩子的衣服。这里是小孩子的玩具。这边的话是卖锅，他这里的衣服呢，跟对面的麦手差不多。那减价，本来价钱是58，减了，现在15块，每一件都一样啊。应该是比较好的牌子的吧，都是差不多这样子了。这里的布局我非常喜欢，这里的衣服排列很好啊，这里是 M size， 你看全部 M size， 不会很乱啊，乱七八糟的。这里是 S 小码，排的多好，价格也不太贵，刚好12-13块钱，都是差不多。好像跟那个对面的 Muscle Pin 呢，原价44刀。这里买衣服的话太多选择了，这些太阳眼镜都是大概9块到10块左右。I cannot see. It's $9.99. Oh, thank you. Oh, 才9.9块。这里很多款式。
哇，才八刀啊，这么便宜的。这什么牌子啊？看看这个，15刀，不错啊，看起来。看这个，才10美，才10块钱呢、啊。你看，好漂亮的 sunglass。哦，这个牌子好哎，对了。哇，这什么手表啊？运动手表。现在全部东西都上锁了。看起来跟对面差不多了，大排长龙。有的拼也是好事，可能价格就会减下来了。目前呢、啊，这家麦所非常好生意的，可能他开了就会有点竞争吧。那我们就等着看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。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分享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